出鼓动乐章，来跟朋友共度这美好的艺文之夜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welcome the Beat of Kaohsiung. 掌声欢迎高雄古道场的演出。Thank you.
好，我们是高雄古道场，然后非常高兴今天可以来到台中灯会这边做演出。然后其实我们去年的时候也有来台中，去年好像是花博吧，也是在同样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就觉得哦，跟台中好有缘哦。那我们平常都是在高雄活动这样子，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高雄玩的时候啊，可能就是假日走在路上，可能就会很常碰到我们，就是我们会出没在高雄各大旅游景点，就是博二啊，然后就是爱河啊这些地方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会带来一连串的歌曲，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创作，那包括刚才开场的那两首歌也是我们自己的创作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会跟刚才前面两首歌听起来感觉小瓜不同，但不阿不同，就是听起来会比较抒情一点点。刚才前面两首歌就是比较咚咚咚嘛，哈，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会用到一个比较稍微沉静一点点的乐器，然后比较抒情一点点。那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灯光》。哎，刚好今天是灯会嘛，所以我们带来我们的创作歌曲《灯光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喽。
下面的两首歌曲会是比较热闹一点的歌曲，那就是大家今天来灯，大家今天来灯会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哈。好、哦，那要跟我们一起开心到最后、哦，可不可以？好吗？耶、yeah, ，太棒了！台中的朋友很热情呢，因为我们其实超级喜欢来台中玩的，因为台中就是因为大家知道高雄很热嘛，然后台北又有点冷，然后高雄就是一个刚刚好。就是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台中的朋友，然后他们每次只要到假日都很爱回台中，他们就说台中就是一个风水宝地，就是天气很好这样，然后我就很羡慕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下面两首歌呢，我看一下，我偷看一下歌名哦。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《午后时光》，跳舞的舞。所以如果等一下大家听到这首歌，你觉得很开心的话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跳舞的哦，可以吗？如果你有点害羞，你可以在心里面跟我们跳啦。OK， 好嘞，好，那我们准备好了。
面就是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，然后在扭动身体，突然间一个看到这样，很开心耶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带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最后一首歌要跟我们一起嗨到最后，最后一首歌比较嗨哦。好啊，好哈、哦，阿祖没有反应，好吗？这样子，好，下面最后一首歌叫做 Crazy Dance， 所以我们一起来 Crazy Dance 哦，嘿、hey!主灯秀。